Hello， 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我们从那个乡下来到城里面啊，我是来看我。等一下啊，不要动啊，好了没有？你不能坐前面的。我之前这个眼睛上不是有一点那个皮肤病嘛，然后我手上这个地方也有，然后反正好多地方有吧。我之前来看了这个医生，是个白人医生啊。不是这个国家的，应该是古巴的还是哪个国家的？然后我今天过来，你要什么？那你要这个，你给喷一下，叫妈妈给喷一下消消毒。然后我们那个，我已经开完药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去做的就是去给这个诊所打个电话，看我女儿这个疫苗今天能不能打。如果能打的话，等一会儿我们就去。打针。妈妈，搞不清楚了，我就直接开过去吧。我们现在开过去。爸爸。好，我们现在开过去看一下那个诊所那边能不能打，不能打我们就走，因为他这边是要预约的。等一下嘛，这个是爸爸的药。这个是爸爸的药，不是吃的。刚才在那个诊所里头，我们已经把那个我女儿的疫苗已经打完了。这个诊所就在前面这个地方，啊，这边的诊所一般都不大，一般不是说你都去医院打，都是政府把这些疫苗都分发到各种诊所里头，然后你自己喜欢去哪个诊所打都可以，然后医生就会给你打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不要钱的哈，就是本国人也不要钱，然后外国人也不要钱。如果是政府医院的话可能一分钱都不要，但是是在那个私人诊所的话，它环境稍微好一些，不用排那么长的队，所以会收一个50块钱的手续费，50块钱合人民币也就是30块钱吧。刚刚把我的药都拿回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药吧，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啊，看一下都是这种药。这个好像是印度产的药，我不确定是什么药。啊，应该是印度产的药。啊，这是印度产的药。写了一个大大的 India。其实印度的药挺好的。不贵，然后药效也还可以。我之前在国内看我这个叫银屑病吧，吃了很多药，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用。有的时候我不是说国内的那个不行啊，就是感觉国内的医生没有好好的给我们看。我在这边看的话，这个医生给我的药我觉得蛮有用的，就是我擦了之后就不会痒。现在就是我准备去理个发，然后还有一个药没有买到，因为那个诊所里头只剩下几片了。就是这边的医生他会给药的话不会，有电话吗？我刚才去看病，那个有一个药没有了，只剩下9片了。这边的医生给药的话不会像国内一给一盒，就是他会把那个药给拆开，按你要的几天的量给。比如说你要一盒，你要5天的量，他就把那药拆开给你5天的量。如果你要2天的量，就是医生给你开2天的量，就给你开2天的量。然后我那个量刚好不够，他那只有9粒了，然后他就让我去别的地方买。然后我现在先去吃点东西，然后等会儿去理个发，最后就去那个超市里头。超市就这边很多那种诊所嘛，就是在超市旁边去看一下有没有地方卖这个药的。然后另外有一个药膏抹身上的，如果能买到的话就去买，买不到看别的地方有没有。先这样吧，那个理发我就不给大家录了，因为那边不安全，拿个相机出来录的话不太好，中国人太多了。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兴趣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儿？我们刚从那个后面那个地方出来，然后我们绕过去啊，我们看一下中国大使馆在哪儿啊。我们出来那个地方很近，离大使馆
我那种感觉在这儿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大使馆。对，我这一片很多大使馆，像什么美国大使馆呐、法国大使馆呐，什么都在这边。有机会再给大家录吧。没什么人，我也就不在这边来了。走了。这也是中国大使馆，看见那个国徽了吗，同志们？看见国徽了吗？很大，这个中国大使馆很大，一直从这个地方到后面都是的，很大一个大使馆啊，很大一块地方。你看人家还点披萨呢，还点披萨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大使馆。我们一般都是办一些就出生证啊、护照更新啊，然后领事保护啊，领事保护很少。去，反正有一些事儿嘛，就是自己解决不了，都会找大使馆，都在这个地方来。这边是个使馆区，大家别看这儿很破。这儿的房子都是四五十年前以前的房子，人家四五十年前就说早了，四十年有了，有四五十年，四五十年前以前修的房子能修成这样，很不错的。这个是什么地方都忘了，反正这边也是个大使馆，然后这边也是。我们现在到那个机场末了，准备下去逛一逛，买点东西。我就把这个相机放到我的书包上面了。去找妈妈。
着我。跟长颈鹿打个招呼。快打招呼。走了，我们走了。拜拜，现在拜拜。随便买了一些东西嘛，太贵了，这东西很贵，没买什么东西，就买点尿不湿，然后买了点医生叫我买的药，然后看了一看，然后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买肯德基。Hello。Yes, how are you? Thank you, thank you. Temperature. 36.5. Thank you. 啊，刚才是做那个新冠的，就是登记一下嘛。Hello. Is it now? Yes. Give me a minute, please. Let me have a look at it.今天你要吃什么？我来个汉堡，然后再来点鸡腿，鸡翅或者鸡腿。That's it. Thank you. Thank you. Ah, sorry, I didn't hear you.Hello. $164.90. $164.90. Okay, my wife will pay. 给一下钱。多少钱？给200块钱就行了。Sorry, I didn't hear you. Was loud outside.刚才在那个第一个付钱，第一个点餐，第二个付钱，然后我们现在过来取餐。你在后面拿吧。Hello. Thank you, thank you. 哇，很快嘛。哇，肯德基真的是快餐，快餐特别的快。给钱什么都快，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堂食嘛，不能就是意思就是不能在那个屋子里头吃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地方，这有个树荫，找一个树荫一点的地方坐下来吃。然后这边人多，我找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，要不然人家看着你在车里头吃好突兀啊。嗯现在去找个地方，哎，有一个稍微有一点树荫的地方。OK， 这儿吧。好了，今天基本上我的事情都搞完了，我的药也买完了，我看医生也看了，然后我女儿本来是，我女儿打疫苗是不在计划之内的，结果先把手擦一下，结果刚好就路过那个诊所，我就进去看了一眼，那个医生说可以打，也不用预约，然后我就抱着进去打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吃的吧，然后大家跟国内比较一下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都有些什么东西吧。我车里比较乱，大家无视吧，因为有小孩嘛，我也没有收拾。然后我这边是有
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、八块鸡肉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汉堡，两个、三个薯条还是两个薯条？两个薯条，两个汉堡。两个薯条，两个汉堡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两个鸡肉球，还有那有一包什么？两个鸡翅和两个鸡腿。还有两个鸡翅和两个鸡腿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你要啥？然后一共是164块钱，换人民币的话就是100除以0.6，就是60块钱。然后那个64，66，36，60+36，96，100块钱吧，100块钱出头。怎么样？大家可以跟国内的比较一下吗？到底是哪一个比较便宜呢？我们一个人吃了一块多鸡，还有吃了个汉堡，基本上就吃不下了。我想想，还是给大家看看吧，看看这边的鸡跟国内的有什么不区别。160多，100块钱，我们三个人真的吃不下去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可能拍着不好看，但是上面是糊椒的，吃嘴里头就是油有点厚。我很少吃，因为很胖嘛，之前很少吃。我们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马来西亚的肯德基不好吃，马来西亚的麦当劳好吃。我们在马来西亚就是只吃麦当劳不吃肯德基，因为我感觉不管是卫生还是卫生，那个麦当劳也比肯德基好，然后那个吃的那个麦当劳也比肯德基好，所以在那边就很少吃。这边因为没有麦当劳，但是这边的肯德基我感觉比马来西亚的好吃，对吧？它这个上面有一层胡椒，也不是辣的。然后如果我们放点它的番茄酱会更好吃。那这有啊，你要吗？不要。有番茄酱。这个味道已经可以了。你女儿今天肉不吃了，光吃薯条。我吃了两块鸡，然后一个汉堡，还有一盒那个 nugget， 就是鸡肉球，已经饱了。那叫鸡米花。英文是叫鸡米花。挺好的，拜拜。